嗨，Hi, 大家好，欢迎你收听教徒课 Just Talk，我是 Shannon 张农，谢谢你们回来收听 Live Well Volume One。好啦，我一开始介绍 Live Well 的时候，我是说 Live Well 是一个懒懒人的方法，哎。 懒人有懒方法的节目说怎么去好好生活，可是上礼拜我,我聊到说要去爬山是一个运动，然后是个很累的运动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可是真的很棒，可以去爬山。那今天我就讲一个真的是懒人的懒方法，生活好好的一个东西，就是睡午觉。哈哈哈哈！小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被逼着去睡。 觉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烦，我想要玩，为什么就一定要安静躺在这边睡午觉？我就很不爽。可是到了就是高中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小时候怎么这么笨？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可以睡午觉的时候？那现在已经毕业长大，在做事的时候，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可以睡午觉的话，就睡午觉，不管你只是睡十分钟，我觉得都是很重要。就是。 好啦，你有时候有一些人是在办公室打工，或是在在服务业打工，可能没有像我天天在家里混，可以可以睡午觉那么方便。但是你在办公室或是在工作的时候，你还是会有休息时间啊。那你不要去脸书嘛。 你不要上脸书去搜寻你朋友在干嘛，然后看别人在开心玩，然后你很很不开心，对不对？你就睡个午觉啊，睡顺便做做梦，然后就很开心起来，然后就有精神可以继续。 工作下去，我觉得真的、真的是、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routine。然後为什么要睡午觉呢？因为我觉得睡午觉以后，你精神会好，然后也很健康。人要多睡觉才会健康，好不好？<laughs> 好啦，然后睡午觉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嘛，所以你就安排好，你今天有时间可以睡午觉。 那就我觉得就是一种享受，一个一种很 luxurious 的享受耶。还有就是说，呃，就是就算不是每天睡午觉的话，有时候如果真的很累，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晚上，你就睡觉。呃，很多人会怕说，因为。 我睡了午觉，我晚上就睡不着。可是我个人觉得说要好好生活的话，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哈哈哈哈所以如果我现在很累，然后我刚好可以睡觉，我就会去睡午觉，然后可能晚上就晚一点睡。可是可能就是下午睡完觉，然后晚上睡要比较晚睡，可是我就可以做成很多其他的事情，像我要。 调查做研究啊，可能不管几点我都可以做这个工作，那我就可以晚一点睡，可是把工作还是做好，可是精神很好，所以做工作的时候就做得很好。所以我真的觉得睡午觉很好，而且。 睡午觉多爽的一件事情，又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，为什么不去睡了？对不对？好啦，那这就是我的懒人的懒方法，让自己比较健康。<laughs> 因为睡觉真的是一个很爽的事情，对我来说啊，我爱睡觉。其实我不是爱睡觉，我是一个。 爱睡觉可是很不会睡觉的人，就晚上常常会很晚才睡。可是其实我很爱睡懒觉呵呵呵，所以有时候会偷偷摸摸睡的比较晚。所以现在因为避免不要就是睡把一整天都过掉，我就会晚上睡很晚，可是早早一点起来，然后下午再睡个觉，所以我还是可以就是满一天完整的睡我的。 懒觉，可是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。那我就觉得我人生变得更美好。<laughs> 好啦，那就说到这边，这也不是什么真正的，就是。 真正 scientific 概念，但我相信，如果我们要去研究一下，一定有科学的人说睡午觉对身体健康。那我只是拿那种要多睡觉的概念，又加上我很懒又很喜欢享受生活的概念，把它配出来，所以跟你们分享说，我觉得大家要多睡午觉，<laughs> 少玩电脑，多休息，好啦。 今天这个节目就说到这边，希望你们也同意我这个 live well 的方法。那谢谢你们收听教图课 Just Talk，我是 Shannon 翔农，好欢迎你们接下来继续听 Live Well Volume One。那你们大家要 live well 哦，下礼拜再跟你们聊，拜。